陈芝麻寻日就出席剧集《唐人街》嘅拜神活动，佢系透露早前化妆先至发觉自己个样肿肿地，上到磅先至知道肥咗十几磅啊！人生从未试过咁重磅啊！啊，终于之前哇肥咗十几磅啊，人生未试过咁重啊！咁跟住拍嘅时候开始，咦？点解我化极妆个样都有啲肿肿地嘅？跟住再磅下先知道，咁跟住就哇唔掂啦，要减肥啦！咁啊，跟住食咗好多 super food 咯，咁啊，一个月到而家减咗十磅啦，咁啊，我谂又过年啦，又最主要即系唔系赖啊，即系诶太太要食两件啊嘛，佢有，咁又陪佢食嘢，佢又中意食西餐，即系唔系赖啊，但系真系好肥嗰啲西餐，又 cheese 又剩嗰啲咁，跟住就冇所谓嘅，都有一个挑战啫，一拍剧就可以减翻，咁而家应该个状态都唔错啦，即系跳跳下起下脚啊，都灵活翻好多啦。